怎么会遇到这种事？那发现我们的，他看到我们，他继续在做。新热北投温泉旅馆情侣阳台黑秀给大家看。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事？那女的好看吗？眼镜拿给我。快点，他好经典，眼镜拿给我快点，我要看他身材怎样。阳台这对男女黑秀的火热，外面看的人也在画休。那他都没发现我们吗？应该有啦，故意的吧？他应该是在找刺激吧？我们看他觉得更爽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哦，因为他、欸、他发现我们了，他看到我们，他继续在做。坐到看的人都手三不弄了，还没停止。这火辣香艳的皮影戏发生在北投这间温泉旅馆，正对马路口的房间阳台，人车经过，想不看到都难。别以为送点后这样可能违法了，因为根据刑法第234条。懂了吗？突发中心台北报道。